哎，我选色咯。阿凡钢琴，哦，然后怎么第一页跟第二页一模一样啊？但 play 发之后，一共买的玩家才能游玩的要素。未开放时，新故事 Master Run 比较武器类型通用的动作，高速更换及冲锋，召唤技连续技是所有武器种类不死处既响就可以在地面上奔跑的选项功能。有点长。对战随从 NPC 盟友，这次好像是可以跟 NPC 组队了，我记得啦，没有看，没有，如果是没理解错的话。这个故事最佳新人物，新环境生物哦，最重要是穿着角色可供选择性选项，白龙装饰性功能，丸子性功能，最佳性功能是随从工厂，工会名片，这些感觉上比较多是那种外观的加强欸，免费发布有助攻略的支援武器及防具。他刚刚说的收集啊，这个蛮隐私的，玩家收集资料哦，这开 Steam page 给我看哦。个人资料定义，个人资料间接或直接指向个人所有资讯，例如姓名、用户名或 IP 地址等。世界哈，本隐私权策略中规定的个人资料指定或间接指向个人所有资讯，例如姓名，他不过收集我姓名，他是怎么知道我的姓名啊？ Steam 那个吗？这种东西你也不能不同意啊，你不同意我就没得玩。现在游戏没有这么好。现在很多应用你只要不同意他们的其中一项叫什么那个 permission。他们有一个跟你要权限嘛， 权限，你只要不同意他们权限，他们就不让你使用他们的服务了。灭龙猎装系列工作套组、知识套组、外观装备、最佳装备、外观装备。光的补给品。现在故事正在开始，交一床国王来自故乡王国的信，因为他相当在意。我坟村门口龙地尼打劫吧。交谈后进度会暂时切换至上辈的故事进度。这些上辈的故事进度自己进程度机会进度就会恢复，所以我等一下如果去上 break 了，我就不能回来吗？暂时性不能回来了。好像突然多了很多那东西要讲欸。还习惯吗？东西交给你。埃及标记。哦，现在我的随从会帮我收集多余的道具。我多么弯。我可以直接就从那道具那边使用哦。
也能使用或用的巧合，哇哦！所以换句话，间接性的玩家背包增加了嘛，数量，所以可以让他带那种子弹，带多点子弹，就不用一直来回那个营地。采集标记，显示草、矿石等采集物资，仅会显示猎人曾获得过的采集道具及生及环境生物，不显示部分采集道具。那、这个不显示部分采集道具的解说还有点模糊。一些比较重要的道具它也不会显示出来，这样有点鸡肋。当时多吉还能在其他方面接触你手面，所以随从的使用方法增加了啦，不再只是可以骑，增加新内容嘛，全部都是三本了嘛。这些我就要下载哦，不用吧？看一下我的道具牌，登录，并解除任务中使用会太长了。这是我基本的使用道具啊，基本的组合。锐利度变，如果技能降发动，锐利度会变长，入颜色因而。这是什么？将技发动，武器的锐利度剂量会变长，量表变长后，锐利度颜色因武器而异，并会。与装备详细资讯内的锐利度计量表显示，是什么？我装备降的话，它从半格帮我补到满格哦。我看不懂这个。用回我的开导。这边还有主要说话广场，工地你打听哦，这个就等下了，我就在那边逛完先。我都没有探しているの。我都看清楚了。这随从的练习我都很久没有让他们做了，感觉没什么必要。いらっしゃい。それじゃまた。基本上应该是等级。上限增加之类的吧，机会所就是事态严重，还没有。这几天我要回来跟你说话吗？刚说话过后就去上 break 了嘛，应该了。然后上 break 是大四级了。有姐姐哦，其实逼近本火村，他们跨海过来哦，这么厉害哦。怎么这些人物都没有配音啊？感觉诚意不是很够哎。在窝这些讨论场景全部都有配音嘞。大明蟹，这好像是新的魔物嘛。
又有主线可以借了。那水衣是里面的吗？以为说的，感觉他硬要把王国的事件和我们扯上一起，以后就说哦，魔物跨海要过来了，所以我们也要帮助他们解决这次灾难，这样。奉献成绩。我旧任务也是很久没再做了。这次本来要打多久？别云啊，跑啊！感觉比较像地巨蟹。哦，忘了吃东西了。用餐。奥运哦，能偷就偷。感觉画质没什么变嘛，毕竟是在最上面的游戏嘛，所以应该只是增加内容而已啦，其他应该都没什么变化。一下，我调一下音量，好像有点大声。好吧，就这样。他尾巴其实，他尾巴其实是一个头哎，这设计还意外的有趣哦。哇，打他白字。这是靠攻击吗？哦，我还刚想说他水炮攻击不会移动，结果他就送给我看。是我太久没玩了。陷入危机，这是抓紧。
刚刚如果没想错的话，已经死了。抱歉，别过来！哇，被我好硬，我只能从旁边打而已。我宠物超累。掉了，可以。会倒地了，然后我的力量条不够，攻击方式还蛮多。怎么会歪呀？干！按太快，够了。
的血有点长哦。哇！哇 ，nice。这个还这么快起耶，不要浪费了。感觉上，做太久没玩吗？有点难度，但是没死耶，算是好事嘛。但是这只是开胃菜而已啦，毕竟他攻击很单调嘛，而且又没有什么很超大范围的攻击，我觉得他比天慧龙容易多了。今晚吃烤蟹喽，有螃蟹吃耶，爽！哦，我がマナでしよう。もう倒してしまったか。さすがはカムラが誇る強者だ。どうかしたかい？これは主とも違う妙な傷跡だな。啊，都是奇怪的伤痕呢，怎么伤痕那个字不见了？让他们不往飞过来的方向看啊，要看尸体。慢点，先等。是雷龙。这好像是月什么龙的。里的物避难させよう。先行だもん。怎么那土鸡他飞走了，他不救师傅啊？感觉上我就是知道他的攻击方式，然后我不跟师傅讲，然后我自己飞走，然后我师傅就等这个妹子来救。那土上这个武器，哎，是魔物的武器吗？是魔物猎人的武器吗？哦，大手剑，对。然后我就闪光弹又提醒一下，等下闪到自己人就雷，就雷爆了。怪我ないか？
共和 Reba 的素材。Reba，Rachia 是本片嘛？啊 ，Reba 好像是大师级的素材了，应该啦，希望啦。非常模糊，这首想请问就是龙蒂尼大人的姐姐没错吧？菲欧利尼，这个英文名字怎么读啊？菲欧利尼，这个我觉得记这个名字我要用很长时间。第一轮名我是不太擅长啊，名字越长我越难记，就叫下飞我好了啦。放过骑士，啊，我大东。绝银龙，卡多这段据说要埋在冲线当中，名字确实很响亮啦，但是我感觉我记不住。哎，然后你交谈。对，就在面前而已。OK， 那说话过后就真的是去上北了。所以这边也没什么好留念了。这边能做的都做完了。那么直接开始了，我玩多久了？还有三分钟，还有时间。艾尔卡多战移动，贯彻点艾尔卡多将暂时无法返回生活村，要在艾尔卡多他的。时间稍微平息后才可以回来。
说真的，这个画质对于 Switch 来讲有点算是不错了啦，偏高的质量。他海的表现力 也不错。それはよかった。啊，他的妹妹不来吗？私たちの拠点、エルガテだ。我感觉这个连接点有点，然后这个城，这是在海上面的城市，不是说王国吗？怎么感觉这么小啊？哎，还是说这是据点啊，只是一部分而已。还有王国在后面的陆地上。我感觉这个艾尔卡多跟神火村的连接有点硬掰。之前在神火村完全没听过这边的事情，然后突然间跟我说哦，然后有新的王国，新的大陆，然后其实50年前就有在联络了，这样子。但是之前我玩过，根本是没有这个迹象的。気に入ってもらえたようだな。我感觉我格格不入，我的服装跟他们服装完全不一样。先に紹介したい方がいる。行こうか。应该是这边的负责人吧？他的徽章有点解析度不太高哦。この拠点のリーダー、ガリアス提督だ。さあ、紹介しよう。カムラよりハンターをお連れしました。歓迎する。じゃあ、还蛮大牌。加雷亚斯。暗润副官在旁辅助。哦，所以费欧里尼就是我的接待员吗？润物柜。哦 ，M R E 了。好怀念哦 ，Iceborne。Master Rank， 天马也开放了，关于两种最佳新的精选润物和提升 MR 的润物，可承接更多的任务，面对更强大的魔物。哦，一人移动将。取代原本的盾装的移动哦，换个名字而已啦。得到我等骑士雅尔罗教官，雅尔罗那里是不是也有真火村的客人来访？那个姐妹会来吗？该不该做的事，自己会说进度。应该这跟 Rise 一样啦，它有那个村庄进度跟集会所进度，这边就是观测据点进度跟集会所进度。那集会所进度就是多人的模式嘛，多人玩游玩的模式。按下叉可以切，要还显示。嗯。路奇卡。
白色夫妇，夫妇鹅还是夫妇什么？我到现在我还不会念这个字。今天不一的可爱反应，痛苦了，正式服装。据说这边有那个猫头鹰嘛，可以去找看。不愧是西方文化耶，那个发色还真是，有点亮。这个倒是很，其实还蛮西方化的。艾露反而没变耶，不管是西方还是东方，好像哦。好像有新的菜品，这个我就下次自己看。哦，这次的工匠是女性哎，加工件米涅雷。会解除原有的白龙技能。白龙饰品，你可以大可放心。要火消弱的技能，那个有新的机制啦，他的武器还有他的装备搭配方面有新的机制，那我就自己研究。这反而很东方哎，这个人，他名字就很东方了，叫龙。杨燕先生，杨燕先生，不太记得了这个人。一起旅行。一点小鱼的，またのお越しを。哎呀，卡住，被熊看翻了。我好像跟上面那个猫头鹰讲话，怎么这边人好像讲话讲不完了、啊？大江虫，一般的使用方式，然后我们放在狗鱼草上，用于移动。哦，这边也这样有那个狗鱼草，也是要自己去设置放那种大象虫，然后才可以快速移动。私下交易，再找新一天去交易，只能进行私下交易。不单是平时交易品，还有其他各式各样的物品。哦，我要去增加。澳洲种类变多的意思。呀，こんにちは。新商品。いってらっしゃい。元気してる？等级四的装饰品，哎，要等级四哦。じゃあね。
像设计师到这边确实有兴趣，有兴趣 ，interesting。好了，来看这个。想象不到的点是，哎，我的教官也跟过来了。理论真隐藏很隐后再说。这句那个洞哦，这比起洞我觉得更像是那种湖啊，我看不出有洞，我以为大洞就是那种好像时空洞之类的东西，是我想的太科幻吗？这不是天然是生成的吗？天然不能生成这种东西吗？导热哦，三倍了，破晓。第一个传授给你，生活出土地场上。嗯，哎，我这么快就能回去了。观测地点。没有举行周期活动的要求。要回去。那画风也变了。雌火龙也在耶。高速更换。在任务中直接切换交换器设定的技术，这也是新的机制嘛？他们的 PV 上面有说，试着拔刀后使用高速切换，交替一下 Y 掉 B， 怎么感觉这样都难按呢、啊？于受到状态、拔刀状态、拔刀状态下的抢手，按 R B。朱红苍蓝，互换之书。朱红苍蓝，苍蓝再变成朱红的顺序。朱红，交换管理交换器变更。这个好像是自己可以设定好一套交换器，然后可以将这切换就两组可以换而已。那时候我再按着腰踢，它会显示我，可以干嘛？之前我是要自己记住按腰踢加 Y， 然后使用相冲这样子，它才会显示出来。对了，哎，等一下，小谭哎，
我跑下来干嘛？我等一下，我跑下来干嘛？等一下啊！那刚是说什么啊？可以冲刺？哦，哟，一切换了，安，这一次可以冲刺哎。哎，哦，这新的什么嘞？这个偷刀术，为何？假装偷刀，结果快速反击，这感觉很看时机耶。我感觉用偷刀术比较好哎，偷刀术时机可以自己断定，这个好像不能自己按的。这手套可以自己按。交换机是设定于朱红当中交换机，平时常用的交换机设定于朱红，特殊情况下的放在长蓝。万里交换器，我觉得这个我自己私下做比较好，不然现在有点长。登录几个登录五种交换器哈？那交换器有五种？开始选项，完成任务返回。我感觉这个根本就没有必要什么啊，没有必要特地来跟我说你研究了这个东西。你看，这反击很看时机。玩家并没有控制这个时机的能力，所以我觉得有点不好。你看，好。这反击很难用哎，那
然后反击过后，我不能直接进入上轮的攻击，他还是要慢慢累积上去，感觉不是很好用。这个会消耗我的药吧。我反击到底有没有按到啊？怎么伤害这么低啊？挖不给我挖吗？那反击有点难用哎，这有点难，这确实难用。召唤器，这按钮我觉得又要再切换一下。但我为了切换交换技，我不是会不小心按到那个超冲技的反击吗？那超冲技的反击会直接消耗我两个枪冲欸。但我按错我不是很亏吗？我手残欸，我容易按错的感觉。好像是可有可无的东西，但是它好像有新的那个新的叫什么来着？交换技嘛，新的技能，那个可以期待一下啦。那个交换技就有点，我不知道怎么说，要实战几轮过我才可以评价吧。地势如虹，介绍战斗技场，战斗技，介绍斗技场，任务给你就是关于任务的接待员。我接待员不是那个谁吗？菲欧利尼。公主大人呢？第一公主成为一国之君的人物。公主大人，刚刚那个对话框有点不太对耶。这游戏没做好吗？好像又对上了。奇杰，再不会，嘴巴再不会从身上跳出来。
我刚刚还很疑惑，刚刚有没有读错？原来是他做错。阿达或许成为海王国的魔物，绝影龙挡下离开王国地区的王域圣物。王域生物中最有影响力的三种魔物的动静，王域三头丁狼龙、钢蚕龙、绝影龙。冰狼龙都去到那个灯火村了，那个我不解决一下吗？我直接跑过来耶。油菜商店，帮助专用特别厂房改建而成。切换线上离线哦。就麻烦你了。然后现在我是可以直接打那个战猴吗？对手斗龙所对话，或选用据点移动。哦，所以现在我可以回到生活村了，感觉他的限制也不会很大、啊、我还以为他会要我做完这个据点的任务然后才让我回去。艾尔卡多，这个据点的名字叫做艾尔卡多。这个任务回头目下密林的新任务。お待ちしておりました。哦，你这边也可以借旧任务。哎，定的嘞。守夜技能多麻痹睡眠，这个有点难呢。这种守夜技能，这个还行。然后守夜就这样。这种搬运的是也是有点难做，切完成狩猎的好了。哦，这采集应该也是，因为之前我都没有在采集了，所以这些任务一直卡着。现在来到新地区，应该也是要开始采集。有烧鸟，完成竞选任务两项，一小时可以再打一次啦，我再打一次烧鸟啦，然后我就做个段落。我的道具藏在哪里啊？刚刚打了个他消耗我的药了。那个交换机我就自己下次再设定啦，现在我就自己了，现在我是以狩猎为主啦，因为在露营。踏み入れることを許されたかの地は、诶，他风格变了。燃える木も湧く水も朽ちた石も集う者たちを招き入れる地となろう。そんじゃ行きますか。行くよ。哎，忘了吃东西。按跳竹签串起的盘子。
技能是技能等级和发动几率产生变化，技能等级分成 level 1至 level 4，一般主线 level 2-3，其实他家主线是技能。上段、中段、下段。我觉得有点长，我就自己实际来操作一下看。弹跳主线。我按了它就是。直接就是它是切换的啦，那竹签要怎么使用，然后它弹跳竹签好像是有利有弊，它的利就是你的等级上升嘛，所以你的加成比较多，但是发动率就比较小比较低这样，然后反之就是等级下降，那个加成效果比较少，但是发动率比较高，这样这边啦。新的地图哎，好棒！我感觉颜色不一样啊。受到攻击来聚集属性的环境生物，我要怎么过去啊？我在那边欠了一点。石头特别爱吃，哦，刚好像有发现石头帮我哎。找不到他的磁极啊，怎么这么难上论啊？怎么这？取得以下效果，增加超龙产生的掉落物。新的变换奖虫，新的效果。我突然不会操纵了。我怎么上不到论啊？过来点。
帮我啊，仙井。中南中毒啊！感觉这次这个地图的陷阱这么友好啊，我还以为它是一种双面刃，然后它不只对魔物有，它不只会攻击魔物，还会攻击玩家这样，没想到它是完全帮助玩家的，太友好了吧。打快点，其实两只龙在打根本没有必要攻击，我的目标是操纵另外一条龙来打这条龙，操纵非目标去打目标，就这样而已。哎，这个虾怎么这么烦啊？哎。招鸟好可怜哦，招鸟好可怜哦，
不是三角一直被打，可以稍微反击一下吗？不要叫了。差一点，不让我上轮。花了十分钟吧。我感觉我有点生疏了。应该可以做到，应该可以玩得更好啦，但是需要时间来去关回。花了差不多一个小时了，一个小时多一点。OK， 那我就差不多先玩到这里吧。就目前来讲啦，我觉得是没什么 太大的变化啦。我玩 Rise 的那个感想，我依然可以套在这个 Sunbreak 上面。啊，基本上没什么太大的变化，就几次多了几样，然后多了一个交换器。这个我觉得要我也不懂欸，我感觉上它，我觉得我是不怎么会用啦这个东西，所以再看看。然后它新的反击技，它新的收到数有点我可能是用惯了那个之前的收到数啦，然后这个新的我用不惯啊，玩家不能操控它的那个反击时机。之前的手刀就可以操控了，实在是太棒了。然后Rise 到 Sunbreak 的那个连接点感觉也是有点突然、啊、突然就跟我说有座新的岛，然后有他们那边的魔物又好像暴走了，然后要扩张领域之类的，然后又要我跑过来这边帮他们。然后我玩 Rise 的时候是完全没有提过自己做东西，这个国家完全没有提过，突然间就跑出来。但是我觉得这也是 DLC 的一个
一个不可避免的事情啦，因为是DLC嘛，就突然间想到哦，我做DLC，所以我要突然加一个新的设定进来这样，所以算了，就体验看看吧，这个 Sunbreak。好吧，那我觉得今天就先体验到这里啦，所以我们下次再继续吧。